在我家里有房产都欠你，然后我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女孩精神就会鼓舞我，在女儿的家里以后就会姚明的签名，每当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，这份大爱，中国人寿的这份大爱就会永远的陪伴你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羡慕你们，也衷心的祝福你们，谢谢姚明，谢谢焦波导演，谢谢所有的孩子们。